家好，我是Yong。我现在是在温泉，想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我是有纹身，所以之前纹身的时候呢，这些手臂还有颈项这里，然后考虑到就是我以后不能再进温泉嘛，可是请不要放弃，因为有些温泉它是让你进的，可是有些温泉它就跟你说不行，可是它有私人房间，私人温泉室，所以可是要给就是价格贵一点点，普通的话这里呢它一个人是500元，可是我进了个人的温泉室呢是1100元，可是我觉得还是给得起的，所以我还是很开心说虽然有纹身，可是我还是可以来温泉享受，让大家看一下个人温泉是这样子。是还是蛮足够我一个人享受。在来到日本呢，有纹身的人不要担心，还是有机会来温泉的。